レファンドだから。ああ、でサイエス。サイエス。再找很暖。他有啥和你？你又说他有啥和你？他这能捅下来？他能捅下来？他能同学打局了，最主要搁这好嘞。嗯，你看，靠，这咱多多了这局。你多啥多？你说的话，你不用多。打局了。嗯。你看咱一比两套啊。打了局了，你不多少局？啊！都说你够舒服的，你成功了，把他的局给放倒在那儿了嘛？半盘棋都下完了，他就把他老头等了，他不来了，一来。是呀。嗯。是。瞧谁的？昨天晚上走时候，这都是一个凳子在走的，我走着完了放那儿。你先看着，嗯，你贴着看着。我不贴着看。我估摸谁他点走了。你叫我瞧一瞧。点了车子上。冲了是好几。冲了。嗯。我看你会客，我那主任说你会客。冲了。刚往下刚一打炮，把局丢了。嗯嗯嗯。这儿来。嗯，行。吃了我撒过去，那局马胳膊这样，胳膊这样，天将军死了。你这局不切不来吧？切的又厉害了。所以说下次接路不敢站了。啊，终于下去投了个局了。他抓子不能叫他投，他也不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00。这棋走的不好，这棋不，这棋没走到理想中的棋。终于要那个局利用上了，是不是？是比较细微有点。啊？现在还不到激烈的时候。嗯嗯，对。还是注意调整吧。再过一半，刘星都该穿了呀，是不是喽？嗯。我听说的，中掉了，老马嘞，他回来了。哼哼哼。也跑回去了，下来。废话，他们送了一匹马。你这下都跑。咋的？他明天大黄呀？那这种下都跑。啊。哎，这个小跑儿。这个叫榴弹炮。这个小炮没地方搁了，都有。这么地方搁呀？靠，进去又跑了。跟别人都找，跟一股子。嗯，怕死不了。嗯。人也不认识啊。先把他两个车啊。他有个下过的将的棋啊。
想也没想，想打击都给他整来了，是吧？谁不要时间去打牌？你干啥？俺家乐的。俺家为什么没有在等你？这外面那么多人。对啊，不是。啊，这是谁的段子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有好同志还等搁这不呀？啊，这就是三年了。跟着那个带那个胖老头的。啊，是他的吧？不知道，但是。我不给他放那儿，谁给他点走啊？走我走着我。是。咋了？这总还得看。六点一块走。厉害。嗯。下人咋的时候？你不打着他咋弄啊？这一打可不好了。这一打，这一打可都是要那会儿出毛病了吧？啊，早着了。不是多多，不是太那个了，太理想了，我觉得。一打，你说嘞？有点凉快。打的打，都是落个过瘾。哈哈哈哈哈。还得回去举，你想想，哼，你打个诺，你怎么？打的不老好。你回去都得回到赵地，你不打了。他这还有个腿，还有个啥你的走力气，这走我也不想要。咦，你怪抠了哎！啥都不想给人家，你也太会过了。嗯。不能要推着桨，这他有个下底气。就那得啥？人一摆一步不得看啥？是不是？不能走。过不了，过了等了不是？哎，你还抱住了俩？他终于先腾开手，擦了个小兵。咱要往张小川。这会儿重兵都显着夹着大的。还有过呢。双方资历差不多。嗯谁敢多俩小兵？嗯对不对？嗯。来了，金老板。嗯下班了，你看看。这小兵夹子多。那个太晚了呢。啊？下班了你才来？你啥时候就放手了？还来不了，这工作忙主要是领导。领导忙。开始吧，瞧吧，因为这会有点冷，这个杆子叫我站点了，还能。弟弟也不错。天冷吗？衣服冷啊，很冷啊。冷。衣服上冷都不用穿，怕冷别往这加啊。是的，一站都不冷了，都不开了都，一开火都不冷了。你往哪倒一下？这个车不能压。他这个胆子胖。打了不麻烦吗？你打了？我打了不给他打过来。他压的呢？他会压的。
的命。哎呦，我在那老地呀，我还不用这一这这要的中途。这三十年了，老孙没有事。这是上什么？在上马。上马也不中啊，太热。这搁当头都给它软了。半个档子，不知道才半个档子。你别讲的，你不吃啥的，你讲的啥意思？你还不是吧？嗯，他对狙一会儿，你不，你狙不要对到木板呢。我说你想弄啥？啊？不要对到木板，对呗，还对。这是啥小胖？小炮儿放哪去了？后圈往那拐弄，不好吃了还。嗯，那就是看命了，不是人家说含蓄一点，人家说想成啥是不是？你想弄啥？我还不知道。你母亲啊，对，你母亲先先先。咱放了吓唬吓唬他，先吓唬吓唬他们。你在单子跑，你吓唬他。咦，我都我带那单子跑的人，不怕单子跑。啊，别说不带，就是带那单子跑。你看，你看，别说不带，就是带那单子跑。就他给你搁个当头还供你抢啊你！呀，溜到脚上，可不是他一他一会儿他给你弄弄木栓子，说那话，上上上了，他给你吃这个包，给你吃那个包。对，哎，吃饱我还得干事啊。吃那个包你？吃饱干事。天都，嗯，看着不？天都要打你，我来拼他吧。我先搁个当头。叫他搁上了。嗯，那他有些大了。你这可危险了。好的，那叫他吃喽。你赶紧上，等等他不。吃的想跑不多，不多待的。你往那也容易看到吗？那他有些大呢。啊，那是不是他？叔叔光呀，我跑吃喽，能吃啊？等我他不上去。等着你等着，他有脚给你打不完的。他怕他给你打，那不得又喊他后事儿了。行了，你们这么就蛮好打着，放当头不行。你再弄弄吃的当头不？吃啥吃啊？他后面对狙去的，他后面给你对狙，他还啃脑。你要拼呢？拼着火气算，拼了。
这放当头。你那里没得火气。嗯。他就是多过一个柱。多一个柱，你他妈的。该对应对。到你那马上不来。马是个笨。嗯。对吧？你跟着他肯定对。那他能让你干那吃了？一分四了，多这一步，是吧？啊，这看着嘛，你吃这吃的巧妙一点，是吧？硬吃往这拿，再往那边拔点儿。啊，对，边拔边他坚持先不弄了。老板。他不是我捡的。嘿嘿，有品的。这好歹我喝来了，我见了我的来呀。那咱来还想放当头啊？那你放当头，我能换那个品呢？品也不中呀。嗯，倒一箱，点跑啥？倒一箱点。电报啥一响，咋了？不能。有的招，你啥啥的，给我吃到脑袋多点儿。啥也啥不了呀。嗯。啥了他打了，他就在那就吃了一两局没有了。那你不拼也不中。那不是送了？人家用狙杀过来。啊，那不是白送一个？嗯。把猪又送了。白送了猪那是。给你调的咋样？有个跑搭，有个跑搭。有个跑搭。你按成多少塞的？一克一粒。你开玩笑。咱让接接看。我养不下去。不是，这样对嘞。嗯，是对局嘞，对局弄得讲不？嗯，懂了。送个这个跑，不敢的对。妈的！上中了，上，嗯？上马，上马腿死了，这就吓坏了。嗯，送礼，收了礼你都不当劲儿啊，是吧？嗯。不是丢失，这些肉了。不是丢失，那叫老将。叫老将了。嗯，他那我想歪着了，你说老神真的狠不狠呢？瞧我送给他纸了呀，这都带着。这些跟我对出去，啊。这些回不来了。硬送礼的都大礼弄了，谁不弄？老张来个弄了。他不对的，上马，他没那气。上马。哎呀妈！走了都没有走，最后。